我没办法了，我去往上扑了。我最快的速度反常扑，没错吧？有最后你出手的时候，我的手全部是。最后你出手有人挡的情况下，你出手的那个球离我的手是不是就更远？没错吧？没错吧？我靠他妈，我都扑的差不多了，没办法被你挡住了。还是应该我来防他，我觉得。你不是你已经一次和你已经被丢掉好几颗球了，而且你可以防他，你防完他之后，你再去持球打，你想怎么打呀？对，防他你要有战术打，对不 对？你可以持球，我们可以让你持球，但你面对持球，你对着他们俩打，你怎么打？对，你要能说出一个战术来，我们 follow 你，对吧？但你说不出来战术，我怎么 follow 你？他比较年轻，体能又不好，我加上你的年纪，估计是在三倍了，30、50、80。任何人给你打完，你如果你能投也可以，我给你打。其实无所谓，你看嘛，你死缠烂打了，你还，你看你最后几个球给你打，给你打，其他你们两个打两三个都没进。而且你看我那个球最后球也不是我投掉的，就是说我那个球最后是在我手里，我浪费点时间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你打了几颗？原先都是给你和那个詹姆斯打，都打几颗你们没进，我那时候才把球要过来。然后我要回来，我觉得我不行，我也没投啊，球还在我们手里啊，球最后投丢都不在我手上，投丢。你在那边要打吗？我休息一下。好，再猜一猜。
没有啊，是用你的胳膊打在我的身体上。跳过呀！给你炒菜。来。一三一三
试一试。你要打吗？没事没事，我一年打三班，累了。好、啊。发现那边好像很凉快，这边那个是脚特别凉。要坐这边。我都，我等一下过去。
我们俩玩那个体术搞得这么好。
打完五十场。